桑拿，就想问贵人还是智博了，然后啥屋不博了，他们想问的时候都说我脸上的皱纹啊、也是斑呐之类的，大受打击。刚好这个老板他表妹给了这边开了一个那个美容店，我准备去叫我的斑整整，这回下定决心了，人家问没法他了，先去咨询一下，看这个斑有法弄。口红都没有用。你看你脸上白白净净的，你看我脸上，这才是见光死。这个电光上面是真的，现在这个效果是真的很真实的。一会儿我要加个滤镜。摄像机真的是吓死人。上面有几个真美女啊，真的是。哎呦，看看我脸上的斑，吓死了啊！这边的话好像是晒斑，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我自己的斑。自己的斑是什么斑？就是反正我生完孩子之后也长了一些斑，我16岁之后也长了一些斑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晒出来的斑，就晒了好多斑嘛，晒斑最多，我之前检测过，晒斑的话面积占到70%。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夸张？为什么照片上面这么夸张啊？你看，好恐怖哦！吓死了。对，你这边是熟人，要不然找不着的地方。对。你皮肤特别好，我特别羡慕。在镜头面前一样跟鬼一样。没有，人比人气死人，这个才是辣妈。你看人家，没有。你要说未婚的话，你都有人相信，真的。我未婚。你这头发烫一下，你这感觉比我这个头发烫一下啊。我跟你是同一家烫的哎。那是不一样啊，我这是短的，我是长的，肯定是不一样。我本来是想去染的，结果就整成了烫了个头发。你是小姐姐，我是大妈。除了激光去没有其他方法了吗？还有一个就是也可以用强脉光也可以做，7天的会。7天就可以了。7天会留那个疤吗？不会留疤。这很早是长了，就一次性全部掉了。分两次来做，4000块钱还是挺心动的。对，可以的话就做了。对，可以早期没有弄。对，它就是越来越多，然后之前没有注重过防晒，之前没有，以前没有这么多，就是有一点点，然后现在就是越长越多。是在洗脸吗？对，洗面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深层清洁，这是一个高压的水枪，然后它能够让皮肤毛孔洗得更干净，洗干净之后待会再开始做补水。这原理是不是像洗车那样的感觉？有没有很舒服？有啊。哎呦，你觉得贴了一层又一层，洗一下真的很放松。有点画画的技术，我觉得应该在身上的。很均匀，你看一下这个面膜涂的，是真的很均匀。是，它是光，它不是。有没有人做过？有没有姐妹做过？给我先提供一个，提供点经验。我准备做了，有点心动了。做的时候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感觉，就是现在的技术比较好了，然后可能恢复期没有这么久，不像以前。我看我有一个同事去做了，他那个什么半个月，都还脸上到处是黑点。对啊，我老家也做，我老家做的话是3000块钱。那我脸上这么多品种的吗？主要还是雀斑，这么多品种。主要还是雀斑，我脸上有很多晒斑的，人家给我看的有很多晒斑。晒斑你跟雀斑是同一个性质，它都是在表皮的。洗了一下是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了很多，皮肤好像透亮，发光发亮。好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到时候吧，到时候过来再说。然后我有时间能过来的话，就是。准备去一下斑，把我这个斑去一下，决定了，这次把我这个斑搞一下。